之文现在也算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了。自从星光大道走红之后，商演不断，收入自然不用说。不过走红后的大衣哥并没有像别的明星一样买车买房，而是和平时一样住在农村。众所周知，大衣哥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现在儿子也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，于是大衣哥就开始张罗着为儿子找对象。据说大衣哥儿子还真相中了一个对象，还带到家里给朱之文看。这下村里可热闹了，纷纷跑到朱之文家里拍摄准儿媳的照片。虽然没有拍到正面照，看到看穿着打扮还是挺洋气的，气质也是不一般，只是这位准儿媳比较害羞，一直低着头。据说朱之文一家还去县里的饭店吃了饭，可见对这位准儿媳还是非常满意的。看完大衣哥的准儿媳，再来看看大衣哥的女儿，这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。网友直呼差别太大。据悉大衣哥的女儿200多斤，而且相亲多次都失败了。不过女儿也是父亲的心头肉，相信朱之文将来选女婿的时候也会严格把关的。你们说呢？